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今朝嘅天气报告，我系江伟。位于香港以南海域嘅一个低压区，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一啲唔稳定嘅天气噶。首先睇雷达图像，可以见到话同呢个低压区相关嘅雨区，而家主要集中喺香港嘅南面噶。不过佢嘅外围雨带都相当接近香港噶，预计今日有机会为我哋带嚟一啲骤雨噶，咁各位要留意啦。天色方面可以睇下大范围嘅卫星云图。其实而家喺华南沿岸整体个云量就唔算太多噶，咁主要有一啲云团啊喺南海北部呢度啦，咁就系同个低压区相关噶。所以预计香港今日虽然会有啲骤雨，不过咧亦都会见到阳光噶。至于个气温方面，去到今朝早六点钟为止，市区嘅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，咁新界地区普遍都低2-3度噶，大约系24至26度左右。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，香港今日會係大致多雲啦，同埋有幾陣驟雨，初時局部地區咧係有雷暴，日間會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會上升到30度左右，吹和緩嘅偏東風，初時風勢咧係清勁噶。展望方面啦，有一啲高空嘅電腦預測入邊可以見到華南沿岸啦，未來一兩日會開始受到一啲比較乾啦，同埋係反氣旋性嘅流長影響。所以展望香港未來一兩日嘅天氣都唔錯噶，咁咧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好啦，今朝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拜拜。